开什么车真的蛮讲究，因为英国有一项很有趣的调查，就说如果你在交友软体啊，或是你个人的社群网站上面上传跟汽车的合照，很有可能可以帮助你脱单，而且成功率最高的是宾士的 C Class， 但是当然不是只有豪华车啦，福斯也是名列第二。引擎发动，大灯亮起 ，pose 预备，低角度先来一张，后车厢打开来，文青一张，最后坐上副驾，气势满分。不好意思啊，情人节让我难得假掰一下，毕竟要脱单，可能就看这次了。根据英国的研究调查，如果在个人 IG 或者是交友网站上放上和爱车的合照，配对几率有机会大增。而其中宾士的 C Class 配对成功几率竟然高达72.6%，说关键原因啊，就是因为这气氛灯让人坐进来就有醉了的感觉。光气氛灯就要醉，我是没这么容易啦。但调查统计，不分男生女生，在300次配对中，还真有高达218次成功。其次，福斯 Polo 胜率也高达70% ，BMW 3、福斯 Golf、Mini Cooper， 还有奥迪 A3 也都有60%以上的好表现。配对率最低的是 Toyota Yaris， 只有50%。比如说，有一些超跑，如果有女生在里面啊，就是像比如说像车模之类的，可能会点赞率会很高。那 BMW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大家觉得可能是玩咖啦，会比较有这种想法。可是 Polo 在排行榜内我比较意外一点。不过爱车没上榜不代表就只能继续撸，因为颜色也会影响魅力值。统计调查最有魅力的人分别是开白色代表完美纯净，黑色代表稳重有能力，和红色代表自信热情，光这三个颜色就占了75%的超高比例。当然就是买车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些这些数据，毕竟可以提高自己有对象的那个成功率，对，可以把行情提升上来。看到这，赶快和爱车补张合照，试试这调查准确度如何吧。祝福各位单身族都能顺利脱单。东森财经吴博伟、洪佩瑜特别报道。燃烧热血棒球魂，棒球经典赛看东森。